长，我再问一下，我再问一个小孩，小你帮我看一下哈、哦，他是2001年，就是属土的，土，属老鼠，嗯，不是，不是老鼠，兔，属兔的，哦，属兔子，嗯，嗯，2001，男的女的，2001年男的女的，男的女的，女的，小孩的的。嗯，你想看什么奖吧？他是一个脑子有肿瘤，就是现在在广州做手术了，但是割不掉，还是还有在里面。对，不是拿不掉，因为他靠近脑神经太近了，血管呢。对呀。啊。对呀、啊，靠得太近了。已经靠得太近了，他不能拿，一拿的话，他怕他大出血，人就要死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还有没有救呢？很难呢，救嘛，现在活还能活一段时间，就是要叫他要许大愿的，好吗？哦，还要活一段时间。许大愿听不懂啊？听不懂，许大愿还有呢？放生。我放生。还有念经。嗯。念小房子。我念小房子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那他就是到了，就是还有救的哦。但是他们老师那里动不了，也是很麻烦。对啦。现在也改不了。求求菩萨保佑啦，好吧。那去北京也不行，就这样麻烦。嗯。好了好了。我看一下，不能再跟你讲了。嗯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台长。嗯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好好念经啊，嗯。知道，只有求菩萨还能有希望，不求菩萨什么都没希望了。对。